这个人平时生活很不规律，很爱去彩票站打彩票，一天就能打好几百块钱的，所以他平时挣的工资，他挣的其实也不少，五六千块钱都用于打彩票了。怎么想着拿板砖去抢劫超市呢？因为出来的时候就顺便就捡了一块，就搁他店旁边捡的。抢多少钱？600多块钱。你觉得为这600块钱进来值不值？不值。二人一寻思，早抓的晚抓的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毕竟自首的话，能或者重新处理吧。现在就是后悔呗。